in a minute for everyone.都清晰为是这个正式版的 D3
正式版的 D2 續作，其實好玩，玩過，不過其實我沒玩過 D1 D2， 不過就玩了那種幾簡單，最重要是簡單，不用說太過辛苦，想太多東西，哎呦那些真的太辛苦了。這樣不打機很少人，平時其他人都做一唱下歌那些我一定不做的，放心一定不做的，可能實況打下飛機，而沒有大家沒有聽到其他的。是這樣，哎喂沒有訓練這麼安，等我搞搞些東西先。未有畫面，應該就暫時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，咁樣對空氣講嘢都真係幾大鑊。不過冇緊要啦，觀眾呢啲嘢好快就有嘅啦。好，我哋有畫面啦，開始寫翻嘢先。我斷估應該有，我斷估當有啲先啦。好，暫時睇到我啲 friend 就係、是。在贏緊嗰邊嗰隊啦，你當就是子女啦，叫做贏緊。睇兵數先，菲奧拉對蒙多啊，菲奧拉呢個 top， 係 top 呢個，我哋明日之星，佢勁多英都有線，超級有錢，但佢冇一撞得勁。係啊，佢唔知自己做緊咩嘢，冇錯啦，專業 fitter 030，已經唔想解釋任何嘢。中路呢、這個，中路呢個就平時成日都拍我嘅。carry show， 冇錯，係啊，睇佢，我勁咧就三個嘢啦，我勁咧一隻 ban 咗人哋，啊呢個冇問 ，feel the thunder， 可惜可惜，勁啦原來兩蚊後邊，唉咁好嘢佢收，好我睇另外，呢個就我哋個專業 jungle 佬，不過佢好似唔係太識玩本心，但佢好中玩本心。冇事嘅，身為一個 carry， 只要練乜嘢都可以玩得勁，冇錯嘅咁。哦，下路下路呢個 AD 又唔識嘅咧，佢哋 friend 嚟嘅。support support snake snake， 哎，佢啲 friend 嚟 ，friend 嘅 friend 嚟，平時都可能間唔中會出現喺度嘅。佢最出名嘅必殺技就係7.7。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啲隊友犯下任何嘅錯嘅時候，佢都會7.7，真係好大鑊。好，繼續專心我哋個比賽，睇翻陣型，中路打乜鬼嘢啊？哇 ！AD 對決呢、這個 JC 打雷文，哇！冇錯啦，咁一睇就知啦，佢俾雷文 A 到 high， 唔係喎，睇個樣似係。他在那裡撲雷文，然後他被人驚到核爆，那個樣子是這樣。嗱，我們的明日之星，唉，他又成功死了一次了，嘩，屈機這個0-40啊，陰公怎麼搞啊，盧卡Udi 點什麼先啊，點鬼鬼咁啊，表演下咯 ，carry 一定啊，一定唔关你 jungle 事啊！呢两个杀 jungle 出嚟一定系执头嘅，信我，佢系出嚟执头嘅 ，OK， 冇错啦。好，我哋睇翻你个中路啦，一对决，滚啊滚啊滚啊！哎，点解雷文年纪好似慢咗啲？都还可以啊，都好似唔系好够，我哋 carry 手打，赢啦！又做咩？等钱，系咪等紧钱咧？唔係喎，你做咩？勁啦，仲要跳嘅啫，乜鬼？等幾多錢啊？哦，原來係等鏈子加。嗱，老家咧，佢個完美嘅錯誤示範啦。呢堆兵夾埋嘅錢咧，一定多過呢樣我成日。當你食完呢堆兵，再翻嚟成日，你條兵線會吹到吹啦一，然之後你就會得閒周圍行。啊，我嘅決定係咁樣。當然我唔係一個專業嘅玩家。但我最想的就是他這樣搞完，給他一條血，給他一條血，給他一條血，他做了什麼？給他一條血，不得 OK， 不知
之後呢，睇下對面搞緊咩先。女警咧就忙多推完塔之後，其他路啊，呢個情況其實最常發生嘅就係咩咧？就係放上門就喺度farm啦。上門就肯farm嘅咧，呢段時間其實可以farm到幾波兵咧，可以出翻兩件裝，你就可以令到你錯誤判斷咗佢戰鬥能力，成日發生呢啲咁嘅事嘅。但係當然講係佢成日輸啦，然之後成日放佢farm啦，然之後成日佢唔知點解有少少輸出，然之後就變咗慢慢煲翻轉頭。呢個我懷疑係佢嘅必殺秘技。勁啊！得手嘅啦。點解佢又俾人問啊？呢樣嗰樣大鑊。勁啊！唉，俾個利益申報先。其實我只係一個同衫嘅小雀雀。呢度呢？唔使聲。啊，好正常。啊哈！點解兩隻唔得教大聲啲？嗱就咁样啦，放佢翻，食住薯条先。系啊，食住 M 嘅踩人嘅大 L， 简直人生嘅大乐事。啊，我广州咁样做够佢啊！咁佢我所知 ，JT 嗰次冇话唔俾讲粗口噶嘛，系嘛？听闻系咪啊？唔知啊呢个。冇事嘅，冇人要走，整一鬧，哇！哇！哎，望到哇耶！已經唔知做緊乜啦喺度。嗯，嚟啊！係啦 ，Kevin 收 ，Jack 抽。哇！啲輸咯，我輸出，嗰下爆發嘅高度咧，唔係話唔多有裝嘅喎，都唔係好高啫。勁咧，咁樣跳出嚟做鳩佢。啊 ，Kevin， 快啲表演嘅機會啊！嗱咁就还可以嘅，始终真系。不过我先谂佢啦，呢啲位置推一推咗出嚟先，跟住你翻嚟食。如果人哋要去嘅话，佢都会去。但系呢啲位置又主席呢个又，即系譬如呢个位置咁样入嚟。挡住波兵，你都冇易打嘢。如果你呢个时候嘅人哋咁啱想推埋我上塔，我可能捉埋你，都唔定。我劲啦，做乜无啦冇血噶啦？俾人捉完啦。嗯，有小龙嘅，我谂唔通你打完有人招活我嘅？应该唔系。聽我添埋 string and dragon， 啊，要佢哋打完埋我豬先。嗯，你麥當勞個奶茶幾好飲啊，甜到死，正。啊，玩雷敏嘅，無論玩得勁定玩得廢，最開心係呢個時候食兵，一大扎技完全唔知自己做緊咩喺度 A 堆兵，哇！咁鬼～真係鬼爽，雖然我都冇點玩過，但真係鬼爽。面具蒙多，係啊，面蒙多以前唔知咩比賽人，有個人係出魔穿鞋噶，幾勁咯！因為佢招飛刀係魔傷，但係又唔食 A P， 所以淨係出魔穿，幾合理我覺得。Accelerate 出面
有血有魔穿，但系嗰只廿五点 AP 有啲嘥嘥地咁，我觉得。哎呀，俾人捉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拼拼。Transformation complete. Shocking. And 哎呀，冇飛過呀，冇飛過啊，唔好啊！頂啦，度屈裝叉。哎，嚟啊 ，Kevin 佬表演啦！崩啊！一堆嘢跳埋去，跟住冇人死，屌！劲咯，闪住埋一 A 一枪，啊，蒙多顶唔得顺咧，穿穿穿穿，劲啦！蒙多仲要带埋飞欧拉招，带埋去对面嗰度，爽到震啊！啲人，啪！光盾，啊，嗰时光黑，啊，加我啲啲，好未？有隻兵一四五，我覺得跑面 support 真係麻麻地，而家變咗中路反而好似好幾勁咁咯。又係喺機械人又唔係話痛，但係擺得耐又自己停喺度，我都好易咁樣擺喺呢啲位置做玩，幾得過癮。唔係招飛彈入咗。变咗要自己扑，要几秒？咁对于成个都瞄唔准、瞄唔中嘅人嚟讲，又话大镬噶嘛？话是话，冇睇过啲队人，空场一个云，一个夹啦叫做。对面队只有两个云，这边一个云一个定真。通常力来说就只对劲一点点，我觉得现在都已经不关技术的事。shocking， 咁啦，蒙多福蒙多都要死嘅，俾人咁样围，好型啊啲炮台，咁我哋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好难正嘅 ，accelerate。行啊，有。推完塔第一俾佢走佬，啊咁低佢想点呢？就是靠一三八隻兵的撞，行啦，投不到降喺我對面，控氣曬佢哋啊！我麥當勞未食完啊，點算啊？加加我先，加加加。亲自落山，喂，嗯。
明白，你哋班人唔系你哋打咯，我可以花生你哋噶。我哋打六，劲啦！打呢个乜机嘅嘢？叫埋新哥入嚟，然之後唔叫蛇哥咪得咯。仆街！新哥唔想做啊？新哥又去咗溝女啊？新哥啊！唉，真係好有得去 back。去到 wet， 去到 wet， 去到 wet， wet， wet。你哥應該同佢 back， 抵咗佢。咁點搞啊 ？Kerry 新又唔嚟。佢個膽。睇下先啊！我哋玩單保單啊，得咯。我哋打六打六咪得咯。冇所謂嘅，得。講翻啦，講佢六打六有。影啦，有陰影啊，童年陰影。係咪？我租咗盧卡，然後搞個盧卡想。我有，肯定係我租你啦，小丑。但係應該有辦法嘅。你等先，唔係新光咩？买咩英好啊？有啲咩英好建议啫？我哋可以同佢哋打五边五个位。劲啦，玩啲冇啊！咩嚟噶？唔系喎，五个打五个指定对战。佢啲咁粗啊？喂，前翻墙啊！佢要几个人喂？我研究咗。我都研究。系啦。张锦平啊，打自己人，苏亚福咯，呢咁乸大镬，我话讲明先啦，我唔打下女啊，我唔要俾 carry 都打爆啊，我都系，同 carry 都打边有得打啫，大佬人哋转正啦，打得赢咩？就 random 啊，入邊邊就入邊邊啊，咁啊。咁啦，或者都有個差。點搞啊？收要出去，你但佢房主出咗去就点要啊？房主直头冇，间房冇咗。唔系啊，个腰会俾咗人咯。哦，我收你出去，跟住我明啦。我劲啊，两个有牌啊，点搞啊？你要射我，冇得俾腰。唔系，你退出，跟住个腰就俾咗其他人。咁如果俾咗个冇佢嘅，咁咪趴街啦。系咪你打名啊嘛？我系咪你要你打名啊？我叫私人啊。我都想話，其實如果我嗰邊有位咧，可以指包回。咁你打埋我嗰份。講下啫。咁即係過嗰邊登場節。
搞下各位大佬對今次神粒嘅睇法。第一名，我都係諗緊第一名點出現。第一名咧好乸勁嘅，只不過我唔明點解可以勁過其他啫嘛。要對上師傅啊！嗰陣時啊，而家咁啦，師傅飲下先。師徒對決。Diamond 哥 VS 內褲佬。得啦，讓我哋啦，對面四個打我哋五個，啱噶啦。啱噶啦。喂喂，係喎，喂，咁開心俾開台啊！嚇！你幾時出現我冇開台嘅錯覺？唉，趴街啦！對面最強陣容，叫薯条，嗯啦，就纸包胡椒个对面队啊！咦好啊，去啊！咁今次拉匀战斗力要咁做噶啦，哥。冇当队员队啊？点搞啊？对面成队都咁屈机，冇得打噶喎、啊！喂姐，喂都要掟个实况俾你睇啊！我哋又要谷收视啊！咁啊，你唔使个台度嗌出嚟喎，大佬，你入麦噶老细，恭喜你啊！